欢迎回来，小韩带你吃喝玩乐频道。如果你还没订阅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Hello， 早上好，现在是第二天，我在墨尔本，现在去买早餐，8块哦 ，sandwich， 4.5块。悲剧啊！这是5块，有个水。悲剧又有水。现在是早上7点，所有的店都还没有开。我们现在要走去108号等车，这里是我们的 Makeup Point。如果你没有时间买早餐，你可以来这边。这个 food court 里面有一间 cafe 已经开了，你们可以在这边买早餐。这是我今天的早餐。我们今天的巴士。三位吗？咖啡不能带上车。让乘客没有佩戴安全带会有高额的罚款，375一位。另外，在车上是不允许吃任何的食物。包括带有糖分的饮料、咖啡也不可以在车上饮用，茶跟水是可以的。这里是巧克力工厂，现在太阳很好。在中国一个个人给 free sample 啊，这样好。你很大，谢谢。Thank you。我们现在到了大洋路的牌坊，听导游说已经有100年的历史。我们只停在这里10分钟，给大家拍照打卡。这里是可以走去海边的。现在你们看的是大洋路一路上的风景。记得，如果你是跟团，记得选择坐左手边的位置。如果你是坐在右手边的，你就看不到这一路上的风景了。
真的很漂亮。我们现在到了阿波罗小镇，我们会停在这边一小时，给大家用餐，然后走走看看这个小镇。哪里啊？海边那边哈。可以来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走路出去海边拍照。那里湾没有人走，我们走而已咩？现在我们走去那边，那个小路会可以走去海边。这条就是走去海边的路。哇，到了！哇，有海鸥哦。哎呦，是凶人呢呐！你看他丢人家，啊，不要大牌一点，你要丢啊！你要丢哪里？打算丢哪里 ？OK。好怕啊！我过来。我们现在走去 supermarket， supermarket 在那个前面那边。我们到了。Lemon 还是 Orange？ 要买零食吗？5块钱。那后面有两个，它不是十二门徒，后面两个是。在圣经里面最后一章启示录里面的故事叫哥哥与马可。现在我们到了十二门徒，从这里走过去外面观景台需要5分钟。终于到啦，现在走路进去。来十二门徒有两种观法，一种就是坐直升飞机，一个人是澳币175，另外一种就是徒步去观景台看。现在我们就走着过去。哇，这里说小心有蛇，还有不能飞 drone。漂亮啊！去下一个景点。哎，这个300吗？是啊，很像下雪这样。好，他的书。我们是走到哪里？这边哈，还是走到后面？还有时间的，可以走到后面。Helicopter， 有人坐 helicopter 看十二门徒。
这里也有妈妈。拜拜，再见，拜拜，不客气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来吃，这边是麦达哥的。好多了，很多。全都 Indonesian food。咦，这边有 supermarket 哦，你要进去一下吗？我们来这边走走。哇，你的最爱5.2。我们第一天吃多少钱呢？6.9。哦哦 ，Let's go！ 哇，这什么来 ？Australia roast， 那个，哇，有卖年糕哦，熟悉的味道，哦，中国的有，哦 ，Kopi Go， Kopi Go 多少钱？2.5元，我们的7元，来找辣椒酱哈。哦，好熟悉哦，又是熟悉的味道，豆腐花，熟悉的味道。哇哦，哇，冬瓜这样大，哇，3元，哇，这个炒面。葱油面、饺子，哇！如果要煮饭的，来这边买不错哦。这里是卖火锅料理的，火锅汤。海底捞，哇，小肥羊，杯面，这里，哇，这什么蛋糕，牛奶豆呢，哇，还有 layer cake 哦。哇，豆沙饼哦，怡宝儿，怡宝花生饼，你要买哪一个？提拉米苏啊？好了，今天的影片就到此，我们下期见。记得点赞还有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，也谢谢支持，我们下期见咯，拜。